大家下,下午好，我们呃继续讲这个呃龙树菩萨的嗯中观智慧根本智慧论啊、呃。那么前面呢就是、呃、说了这个呃十二缘起呃的这个呃缘灭哎，这样子以后呢就最后。 泯直为解脱啊，就是这个，已经简单的就讲了咳咳啊。那么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出来了，佛教跟这个其他的宗教的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其他宗教的呢，就像印度宗教里面就讲很多很多的这个涅槃啊、解脱啊，啊然后讲很多这方面的。 然后呢，解脱以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他们也讲了很多。然后呢，其他的北西方基呃西方的宗教，这些呢可能就是就天堂啊，就是，呃就往生天堂啊，然后这个就是应该是算是解脱，这是他们自己的解脱。然后呢，这些都是不管是这个啊印度佛教啊，还有。 其他的宗教啊，他们的这个解脱呀、啊，或者是这个天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那、啊、就是要看。比如说印度宗教的话，它有很多很多自己的神造物主啊，然后呢，西方宗教呢也有这样子的造物主，以这个造物主为主，哎、啊，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去解脱，啊，或者是这是往生天堂啊。 那佛教里面呢，的的这都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地方不不单是，不单是跟这个鬼神造物主没有关系啊。这个时候呢，念佛这个时候都没有关系的。他后面会讲，佛在这个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哎，最多啊，就是给我们指一条路啊，就是就往这个方向去奋斗啊。这佛就是指一条这样子的路，然后呢？ 这个方向啊，自己清楚了以后呢，剩下的所有都是要靠自己，呃、哎，靠自己。这个时候呢，也没有造物主啊，也没有其他的帮助啊，全部都要靠自己啊。那靠自己，这个这个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啊？那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哎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 然后其他的问题全部就是，就是呃解决了，后面的这些一切都是就自然而然啊就解决了。所以呢，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个自然也就是靠自己了，就是别人是没有办法的。呃，佛呀菩萨呀，他们呢最多也就是给我们这个指导啊一条路啊，或者教我们一个方法。 啊，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内心啊世界当中去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自己的内心深处是什么样子啊，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然后呢，这个里面有什么问题啊，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然后这些问题要解决的话，也就只有自己去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呃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啊，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啊，真正的就是让我们轮回啊、受苦这样子的罪魁祸首哦，是什么呢？啊、呃，就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就是无名啊，就这一个。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无名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啊，或者是。 我执啊，换句话说，这个我执也是一个意思，就是我执，呃，这个执着解决了以后，然后呢，后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我执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啊，我们这个里面也看得出来了，它也不是我们要去这个烧香拜佛，呃，还有就是念很多很多的咒啊，念很多的经啊，还有就是做很多的善事，这些都。 当然是非常好的，有没有帮助都有帮助啊！但是呢，它是不是一个直接的方法呢？不是直接的方法。那它的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把直接把这个这个无名或者是我之啊、呃，就打破的这样子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这个智慧，哎、呃，有智慧，然后有智慧，有无我的智慧，哎、呃。 就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没有这样子的我，哎，没有这样子的我，这样子的我是不存在的。前面讲了这个内外我所我我所灭呃尽、啊、灭啊，然后呢，这个灭了以后呢，然后后面的全部都自然就灭了。呃，这就像鼓派效应一样，就是前面一个灭了以后呢，那后面全部就自然就自然就形成了，哎，这样子。 这泯执为解脱，那这个就是佛教讲的这个解脱的原理，哎，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佛教大作就可以解脱呢？啊？为什么修心能够解脱啊？原理就是这样子啊？民执为解脱。好，这一项呢，我们就已经讲完了。然后下面讲，那这个我们。 呃，不论解脱或者是在轮回当中的一个一个主要的一个驱动力啊，前面也讲了，是无明，还有就是其他的烦恼啊。那这个烦恼和无明是怎么来的呢？它本身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呢？还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哎，后面就讲，烦恼其实也是不真实，不是真实的啊，也烦恼非实。 就是说，业啊，善业和这个罪业，各种各样的业，然后烦恼，我们人的各种各样的情绪、烦恼、贪嗔痴等等。那么这些呢，它本身也不是不是真实的，哎，它也不是真实。那它都不是真实，那它怎么能让我们这个轮回呢？它不知不是真实的话，它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作用呢？啊，那这也就是一个问题，哎，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自己，比如说，当我们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情绪啊，比如说欲望啊、愤怒啊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很当真，哎，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啊、呃、不真实的，啊、呃，是空心或者是虚拟的。我们就是一直都哎啊、呃，我们心里的任何一个念头，我们把它当真啊。那么我们把它当真啊，它对我们来说就是真实的。 啊，就是真实的。它虽然不是实际上真实，但是实际上真不真实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把它当做是真实的啊，那么它在我们的，呃，这个，呃，在我们这儿，它就变成了这个真实的。但实际上呢，它也不是真实啊，也烦恼、非实啊，这个也不是真实的。那业和烦恼，它怎么样啊、呃，能够这个呃？ 怎么样能够这个断掉呢？入空喜沦灭啊，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子啊，这个西论，首先我们把这两个字的意思呀、啊，要搞明白。西论这两个字，呃，西论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从世俗的理解，这个有点不一样。西论的意思是说，反思我们的这个心理的。 各种各样的呃，这个念头啊、呃，各种各样的想法啊，全部都叫做习论，在佛教里面就叫做习论。然后还有我们的语言的表达啊、呃，语言的表达，各种各样的啊，凡是就是不跟这个不跟不跟空心有关的，呃，也就是说，凡是我们在这个语生活当中所想的任何一个事情，善的不善的啊，善的恶的。 这一类的这些念头啊，这些念头，一切都叫做西伦“西、哎、论”啊，在佛教里，这是一个佛教里面的一个一个专用的这样子的术语，叫做“西论”。然后呢，语言表达的这些东西呢，也就叫做“西论”。那么，“西论”它要讲什么？它它是想说这个烦恼啊，不是真实的。那烦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烦恼是怎么来的呢？啊？ 烦恼就是从习论当中产生的，哎，习论当中产生。那习论又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习论就是念头，哎，各种各样的念头，各种各样的念头，各种各样的观念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价值观啊，人生观等等，很多很多人有特别特别多的有用的、没有用的、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特别特别多的观念或者想法啊。那么这些都叫做心论。那烦恼就是在这些观念当中产生的，这些观念当中产生的啊。那么烦恼。 结果，如果我们要这个要断掉这个烦恼的话，那怎么样把烦恼这个断掉呢？那得要看烦恼从哪里来啊？烦恼就是从喜论，哎，比如说我们觉得呃、哎，我们对某一个某一个呃东西，我们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啊，这也叫喜论。哎，我们觉得这个不好，对我不利啊，这也叫喜论啊。然后我们这个好对我有利啊，这也叫喜论、啊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就产生了欲望啊。 啊，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恼，啊，然后恐惧、烦恼啊，这些都出来了。那么它的理，它的来源是喜轮。那么这个烦恼怎么去这个断除呢？那就是汝空喜轮灭啊。如果细轮灭了以后，那自然这个烦恼就埋灭了呀啊。比如说我们烧柴啊，烧柴烧火的时候啊。 就是燃烧的这个燃料，呃，燃料就是像木柴，呃，去掉了以后，那么就是火啊、呃，自然也就熄了，火自然也就熄了。那么，烦恼，啊、呃，这个这个当中的燃烧的火是什么？业和烦恼啊、呃，它的这个燃料，它的木材是什么？就是心轮，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粘头啊。呃 这些念头当中呢，有有些念头是非常的邪恶的啊，非常不好的。这些念头就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烦恼啊。那么这个烦恼要断除的话，首先得把这个细轮哎消灭了。那细轮消灭了以后呢，烦恼自然就没有了哎。 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个方法观念，它就是始终就是就是我们比如说要解决一个问题的话呢，首先他看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哎，他就是要在这个根上面去找这个问题，哎，他首先不会直接去啊，不会直接去呃这个短打击。 不会直接去打击这个这个烦恼，就看他从哪里来的，哎，他的因缘在哪里啊？然后呢，他因缘他看到了以后呢，他把这个因缘断掉了以后，这烦恼他自然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哎。 这个燃烧的火的时候，我们想把它熄灭的话呢，先看它的这它是怎么燃的啊？怎么燃？它是什么原因燃烧？呃、哎，我就看到了，这个就是有燃料，因为这个地方有木柴，所以它燃起来。哦，那把木柴去掉了以后呢，它没办法啊燃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息轮，那息轮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灭掉呢？啊，然后就是真悟空心啊，如空息轮灭。 我们证悟了空性的时候呢，然后这些所有的念头啊，都是，都是，都是不存在的。这些念头都不存在，哎，念头不存在，我们怎么理解呢？啊，有两个方法啊，一个是比如说念头啊，它已然会有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但是这些念头呢，就像这个，他它他，他的，他。 这个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念头还没有消失，就在它就在正在我们的心里啊，它存在的时候呢，它就像个什么呢？啊，它就像一个呃，如幻如梦念头也是这样子。这个如幻如梦呢，有些时候我们用到外面的世界、无知世界上面啊，有些时候呢，同样也可以用到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当中。 那内心的世界当中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虽然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就是就念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把它当真啊、哎，然后呢，在我们的心里，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念头，真实的呃这个想法，所以就这个后面呢啊、呃，也有很多的情绪也就不断的会出现，嗯，但是真悟了以后就不一样了，真悟了以后呢，这念头还在、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念头出来了，但是呢。 这个念头呢，它就是一点都没有，它就是没有这个力量。它没有力量的原因，就是它就是已经在我心里面呢，已经是一个如幻如梦的存在，呃，如幻如梦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念头啊，它就失去了它的它的能力，哎、呃，这个时候念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它想想出现什么念头就出现什么，无所谓，呃，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啊，这也叫做这个如空啊。 呃，呃，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如空的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就进入了啊，进入了这个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那念头根本就没有念头了，哎，就一个念头啊，它都不出来，本质上就已经不产生念头了，已经是进就,就已经是进入了这个空性的状态，哎，然后呢，这当中根本就没有念头，那这个也是一个。 啊，这个入空、喜轮、灭，哎，这个都要靠我们的这个修心的功夫啊。这就是这这个文字上面我们学一学，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哎。文字上面呢，做的学好了以后呢，就必须要去打坐啊，就是锻炼自己，呃、哎，要好好的训练。那训练了以后呢，以后就会做得到的。 禅宗里面有一句话：“明月当头照，苦乐入禅中。”啊，就这意思，痛苦呀，快乐呀，那么这些全部都是在这个融入到，融入到这个这个禅定当中啊，融入到禅定当中。有一个比喻，比如说空中啊，这个下雪，雪花飘，呃，这个飘下来的时候呢，啊，雪花飘飘的时候，这个比如说这些雪花。 落到这个湖里面、水里面啊，然后呢，水里面这雪花融到水里面的时候呢，雪花啊，一下子就变成了水。啊，天空下来的时候是雪，雪花，但是呢，就落到这个水里面啊、哎，那么就是它变成了这个什么呢？变成了水啊。那个时候没有雪花，就变成了水，融到这个湖的湖水跟这个雪花融在一起了啊。同样的，这个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他。 他安住在这个空心当中啊，正处于空心的状态、空心的境界的时候呢，冒出了一个念头啊，但是一下子他就他自己主动的、自然的就在这个空心状通啊、空心的状态当中呢、空心的境界当中呢，他自己就融化了。哎，他自己融化了，就给你不会留下任何的影响。如果念头出来了，呃，那也就是这样就。 自生自灭啊，念头出来了，但还是在这个空性境界当中，它自己融化了啊。这个时候呢，念头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哎控制啊。它如果念头产生也没问题，它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哎，它也不会早业。那么就是这样子，这叫做入空啊，入空，入空喜轮灭。 然后这些念头啊都灭了以后呢，那那后面是什么样子呢？业火从分别必等从习论，就是说，呃，现在呃，就是说这个业啊，活、呃、活是什么？活就是烦恼啊、呃。前面讲的这个，前面说业烦恼，这里讲业火实际上就一个意思啊，活就是烦恼，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烦恼叫做活。 那么这些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分别，分别是分别念，就是分别念啊，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念头哎，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啊，观念啊，那么也和烦恼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分别念啊，念头啊，各种各样的念头。然后呢，分别念从哪里来呢？ 彼等从习论啊，分别念就是从习论啊，习论就是我们的心理，就是就，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想法啊，这些这些这些个别的这个念头啊，因为这个呃，这个念头呢，一个呃产生了以后呢，它又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后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 念头啊，它不间断的会这个出来，所以呢，这个一旦有了这个希论啊，希、呃、论就是空性的相反的，一旦有了希论，然后就是有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念头啊，念、呃、头有了以后呢，念头当中呢就产生了这个烦恼，烦恼当中产生了这个耶。哎、呃，然后最后就造业又轮回了 <coughs>，那怎么办呢？啊、呃，就说呃。 息轮引空灭，哎，前面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地方要再重新把这个就详细的说了一遍。哎，息轮怎么办呢？息轮是我们刚才讲的，哎，各种各样的念头也是息轮。那么这个息轮啊，实实际上念头跟这个息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息轮是什么呢？息轮就是一个你跟空心啊相反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执着。 啊，各种各样的制作，这个里面有山有鹅什么样的都有。念头呢，它本身就是这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呃，观念是这个心息息轮啊，那息轮是不是也是念头呢？实际上，本质上这两个也是一个东西。那么，这息轮因、异、空、灭，然后呢，证悟了空性的时候呢，这些息轮哎，都会都会啊，都会消失的。 那么，细轮消失了以后呢？我们往后往呃不，这个倒回去看啊。细轮灭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这个呃分别年啊就停止了。分别年没有了以后呢，那就烦恼火啊，就烦恼没有了。而、啊、烦恼没有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也没有了啊。然后呢，也灭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轮回就开始啊，就就停止了啊。 那么，这个也就是往回这,、呃这,啊呃就是、这样子，啊，倒推看的话，那这叫做缘灭啊，缘灭怨气和缘灭，哎，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最后我们需要的就是什么呢？那这个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那最后要需要的就不就是空心吗？正悟空心啊，最后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就是真悟空心，哎，真悟空心，所以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啊，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他的所有的努力和所有的付出，就应该是为了这个目标啊，为了证悟空心，哎，为了证悟空心。那么证悟空心以后呢，把烦恼全部哎就可以断掉了，可以解脱了。解脱了以后呢，解脱了以后就能够更好的啊利益众生。 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所以这是最终，当然最终的目的呢，达成佛教的目的是，哎，哎不管从什么地方讲，都是为了一切众生啊，都是利他。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这个利他有些时候也做不好，很多时候也做不好的。哎，利他实际上我们动机是利他，但是呢，实际真正的这个操作的时候呢，然后。 这利他当中呢，有太多太多的啊利己，呃，所以呢，没有一个纯正的这个利他。如果是要做到一个纯正的利他，那就首先把这个我、自我呃把它消灭，哎、呃，他不消灭的话呢，然后呃，他在任何时候啊，任何时候他就不会让不不允许让我们去。 做一件非常纯正的这个利他的事业，他一定会就是在各个地方，他都会呃这个阻碍，哎、呃，所以就是首先把它打掉，它、啊、这个意思啊。喜轮是引引引空灭，哎、呃，那这一项呢，就是讲了什么？这一项就讲了一个这个是。 简单的说啊、呃，总结一下这一章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解脱的原理。哎，为什么真悟空心就要解脱呢？解脱是怎么怎么怎么形成的呢？啊，这个就是解脱的原理。哎，从，呃，从比较啊、呃、深入的去了解，嗯、呃，解脱解脱的原理啊、哎，所以我们。 呃，所有的，比如说学习呀、啊、思考啊、修心大作呀、啊，啊、呃，全部就是为了证悟空性。哎，但是比如说，比如说像藏传佛教里面呢，有释迦心呐、啊、五加心等等啊，汉传佛教里面呢也有，比如说禅会呀、啊、礼佛啊、呃，这些都是有的。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它本身是不解决最后的问题。哎，最后的问题是用证悟空性的智慧来。 解决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是不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哎、呃，他们有什么帮助呢？他们就是促进我们尽快的能够啊、呃，政务空心，政务空心对政务空心呢、啊、有很大的帮助的。呃，比如忏悔啊，呃，拜佛礼佛啊、呃，然后就是这个积累各种各样的福报啊、呃，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政务空心是非常有帮助啊、呃，有帮助的。所以呢。 这个我们还正悟空性之前呢、啊，修空性之前呢、啊，像藏传佛教的话，就让我们给我们安排很多很多，像四家心、五家心这类的这个方法。然后汉传佛教的这些禅师啊，过去的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些大德，也说过了，如果是我们这个，呃，禅修啊，然后禅修啊，禅修如果是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没有真悟的话。 那就啊，那就需要需要多多的去这个忏悔啊，还有就是这个礼佛啊啊积累福报啊。实际上这个就是是是藏这个藏传汉传，实际上他们的意思都是一个意思。来、哎，最终呢，大家的目标也就是也就是最后也就是要证悟一个空心啊。大家就是奔着这个努力。 呃，所以就是说，息轮隐也隐空灭。好，这一章就讲完了它的原理啊、呃。那么下面呢，就是又开始啊、呃，有人来这个批判啊，他、呃、说这不对啊、呃，为什么呢？ 这佛也说，佛也说，有些时候佛也说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佛陀也说呀，那这佛陀说我是什么什么？那这个不就是说佛陀就是就不就肯定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存在吗？那如果没有我，那为什么佛陀说我怎么怎么样？我过去是什么？我未来什么？这佛陀为什么就经常就说这个“我”这个字呢？啊，那这不就是，就不就是佛也就肯定这个自我的存在吗？啊？ 就后面就说就要解释，哎，不是这样子。佛陀就说各种各样的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都有，但是你不要以为佛说我国去时候是过去的时候曾经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啊，你佛陀说这么一句话，你以为这佛陀就有我知吗？不是这样子，哎，他后面就解释，主佛或说我。 啊，就是佛，有些时候呢，他也会说我，哎、呃，我曾经啊，啊、呃、就是多少多少多少啊、呃、年之前，我学这个六波罗蜜多的时候啊、呃，会是怎么怎么样啊、呃，或者是过去我啊、呃、曾经啊、呃，就是供养了多少多少的佛啊、呃、等等，佛经常就这么讲，啊、呃，所以呢，佛呃或说我，佛陀也或说我。 啊咳咳，然后呢？啊，有些时候呢，佛啊、呃、说我，然后呢，或说与无我，然后又佛陀很多时候呢，也就讲无我。哎，佛陀也说这个是无我，无我的空心。佛陀也讲啊，诸法是相众啊。 那真正最后是什么呢？那佛陀有些时候又说有我，有些时候又说没有我啊。还有一个呢，佛陀不仅仅是自己说我曾经怎么怎么样啊，有些时候确实是说佛陀说我自我是存在的，哎。 自我是有的，哎、呃，有这个我啊。佛陀有些时候也就这么讲，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听发的人群当中啊，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是根本就不能理解这个无我，哎、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是为了慢慢逐步逐步的引导这些人啊，然后佛陀也就说有我啊。有些时候呢，佛陀讲法的时候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印度啊，两千多年接近。 接近三千年的时候，印度这个时候的宗教是特别特别的多啊，比现在还多啊、呃！印度宗教各种各样的宗教，然后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小众的这个宗教啊、呃，这个分这个各种各样的派系都非常的多。那这些游戏呢，离佛陀远一点；，有些呢，离佛陀近一点。有些时候呢，这些外道他也来这个来听法，哎，听听法啊。呃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佛陀是直接说这个没有我无我这样子的话，呢，对他们的打击也很大的，呃，打击很大。所以呢，佛陀也就是为了不打击他们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话稍微客气一点，哎、呃，就是说，就是也就含糊的表达，哎、呃，就是就是说，有些时候有说有有我有我，有些时候有说没有我啊、呃。那佛陀的这个呃，这个方法呢，啊、呃，是很多的。 但真正啊，那到底是有我还是没有我呢？那就说主罚事相重，哎，这个事相就是最重。到底有我和没有没有我呢？那本质上讲啊，有我和无我两个都不存在，哎，就是说无我无非我，哎，这就是真相，哎，这叫叫做真相。 那我们刚才一直都说是无我呀、空心啊，那现在有时候也也不是，也不是有我，也不是我的，这什么情况啊？啊，那这是，这就是真实最后佛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哎，为什么不是无我呢？实际上有我和无我这两个啊，这两个是呃是是相互对应的啊、呃，也就是说惯歹的，就是因为有我我执。 呃，有这样子的我的执着，然后呢，为了为了为了大计，或者为了断除这样子的这个执着，然后佛陀就是推出了一个无我这样子的说法。那无我是真实吗？真实存在的吗？那这两个当中啊，就是对比的话，有我是不对错的啊，无我是对的，可以这么讲。但是诸法是相者，那最后真正的意义上讲。 其实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啊，那两个都不存在，那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这个就后面也讲了啊，那这个我们的主法的这个真相啊，如果我们要真的要表达的话，语言特别不容易表达，呃，语言很特别不容易表达。我们的语言是越是靠近啊，越是靠近真相的时候啊，我们的语言是越苍白。 啊，越苍白，他根本说不出来什么东西。越靠近这个真理的时候啊，越靠近真理的时候，我们的语言就越没有能力。哎、啊，越苍白啊，越离离这个真相越远的时候，然后他的表达能力就越强。哎，为什么呢？他就在世俗当中，他可以，他可以表达。嗯，但是呢，他要靠近这个真相的时候，就法界啊。 光明这样子的真相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他没有这方面的什么词汇，哎，我们也想，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心里面想不出来这个，想不出来，想不出来以后呢，也说也说不出来，所以，所以最后就是说啊，真正的这诸法的实相当中呢，有我不存在，不不不是错的，不但是有我，无我，你觉得我也是错的啊。 那有我和无我，无我那无我是是有什么用呢？那就是暂时啊，就是当我们有我执的时候呢，这个确实是有用的。呃，有我执的时候呢，这个用无我来把这个我执推掉啊、呃，把它的灭掉，这可以。呃，但是呢，它是不是最最最终的呃真理呢？也不是最终的真理，它也不是不是终极的真理。哎、呃，那终极的真理是什么呢？ 诸法实相者啊，这个实相就是终极的、真实的，呃，这个真实的状态。这这个当中呢，有没有我呢？没有我啊，这个也没有，也没有无我。啊，所以《金刚经》呢，啊，我们很多很多的佛经里面经常就这样子讲。那那这个如，如果如果如果不是有我，就是无我啊，这两个有有和无啊，是两个是矛盾的。 矛盾的对立的啊，然后任何一个对立的完全对立的这个这个事物的中间就不会有第三者啊。如果中间有这个灰色地带、第三者的空间，这样子的话，这两个不可能是对立的啊。这是一个逻辑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基本的逻辑，哎，有和无啊。 两个是完全是矛盾对立的东西。那么，凡是对立的东西中间不会有第三。哎，这个是我们的世俗的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那如果是不是有我，那肯定是非这个无无我呀，啊。那如果不是我，那这当然是有我呀。那这两个是就不会有第三啊，第三。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我们世俗的。 呃，一个逻辑，哎，在世俗生活，在这个世俗的层面上，这个逻辑也有没有用？有用，它是准确的，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有我，就是不是我，不不是，呃，不是有我啊，就是我，那、啊、这个是对的。但是在这个主法的真相啊，主法的真相，这个法界啊，或者是最终的这个，呃、啊。 这个这个状态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些逻辑的思维啊，它的根本就不存在，它最低层的这个逻辑、最基本的这些逻辑啊，这些都不存在。所以呢，你也不能说不是啊，那有我就那不是有我，那就一定是无我的。不，这种思维的方式呢，在这个地方啊是不管用的，呃，不管用的。我们自己的世俗的层面这是管用，这是对的，但这里是不对的。所以呢，嗯、不要以为啊，就是。 要不就是有我啊，那不是有我，那就是无我、啊。那那无我一定是真理，哎，不能这么想，哎，这个，呃，有和无啊，这个我们讲缘起的时候不就讲过吗？那有和无是这个相互啊，这两个是相互关待。所以呢，啊，就是呃有无的时候呢，有这个呃有就是靠无产生，无也就是依靠这个有产生。哎，那么。 最后的这个发界当中呢，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些语言表达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这两个一样的不存在，一样不存在。这就是我们像这个禅宗啊，还有大圆满、大手印，他们讲的最终最终的呃这个境界来。 我啊，那是不是空心？是不是也就也就也就不存在了？那当然，这个我们从世俗的语言表达的时候，可以说是空心，但是实,实际上诸法的真相当中呢，空和不空这种说法都不存在啊。 那这样子是不是意思就是空也不存在？可以这么说，空也不存在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就糊涂了。那这个我们一直都觉得哟，真悟空心很有用，说了说了说了半天，最后又这个空心又不在，那到底是什么呢？那下面就讲了，到底是什么啊？就说心行，眼于端。 这就是说，没有办法语言，没办法这个里面没有语言可以可以描述的嗯，这个这个境界是没有一个语言能够描述。在这个当中呢，语言断，就是说没有语言了，哎，没有能够表达的语言了。心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内心的活动，这后面的“行动”的“心”啊，就是说活动。哎，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呢，它在这个里面，它没有它的活动的空间，哎。 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个，哎，没有办法思考。那我们的心不能思考，不能感觉，这样子以后呢，语言自然也就没办法表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越靠近啊真相的时候呢，我们的语言就是，当我们比较感觉到这个语言是实在是就是说什么都不行，就有点苍白无力的时候，感觉这样子的时候呢，这就说明我们要表达的东西是比较靠。 啊，真相啊，当当然不是世俗的真相啊，这个最后的空性的真相。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的意识它没有它的什么心动的空间，没有什么心动的空间，它不可能思考思考，它也想不出来是啊，它感受不到这个真相。然后呢，语言也就是已经已经没有语言了，哎，就语言断就是没有语言啊。 无生以无灭，那它本身呢？啊，就是不生不灭啊，这样，那这不就无语？这个这个语言吗？不就是无生无灭了吗？啊，那这就是说，就是我们就是世俗的层面上，生和灭是我们世俗大家都知道的，他就否定了这两个，哎，就不是不是生不是灭，那不是生不是灭，那到底是什么呢？哎，到底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了，哎，到底是什么是这个就没办法说出来，是所所以呢？ 我们禅宗里面经常也讲啊，不可说，不可言，哎，所以这个里面呢，断语言，语言断，这个叫做不可言啊。然后呢，心形啊，语言断，这后面的“断”这个字呢，呃，两个方面都需要用啊，心心断，那、啊、语言断，心心断就是不可说啊，语言道断就是不可言，哎。 但是可以这么说啊，无生无灭，它是不是无生无灭？这一点没问题，可以说是无生无灭。但是无生无灭的，它无生无灭的境界真实的情况，就我们没有办法啊、呃、表达啊。这个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语言呢、啊，它本身它的功能啊，就是我们在世俗的这个层面上就方便大家的沟通啊，就人类。 就是发明了这个语言文字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它本身就是用来在生活当中这个沟通啊，那它超越这个世俗的层面啊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让他去表达，啊，他做不到的，所以呢，这样子就是不生亦不灭，法性如如涅槃啊，法性就是这个。 最后的，有些时候叫做发心，有些时候叫空心，有些时候叫做发结啊，都可以叫，啊、呃，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啊，啊、呃，前面讲的主呃主法十相制，十相也就是这个发心啊，呃，也就是说，简单说啊，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这个。 心啊，我们的心，那其他的这个外面的这些这个时间就不用去解释它了，这就是我们的心的投影啊，不用解释。然后就是我们的心的、心的这个这个表面的层面啊，这个嗯外表啊，那么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思维啊。我们平时用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用的这个心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层面，在表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这个层次啊，这个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思维。然后再往深处走的时候呢，啊，然后就就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再往深处走的时候，就走到阿赖耶识这个层面了。然后到了阿赖耶识的层面的时候呢，确实也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可以。 可以表达阿赖耶识的真实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也很很不好不好讲啊。然后再往深里、再往深处走的话，那就阿赖耶识也就突破了。突破了以后呢，就是接触到什么，就接触到了这个佛心啊，佛心，那就进入了佛心的状态。那佛心的状态呢，就是这个发心啊，佛心就是这个发心，发心，入涅盘，入涅盘怎么个入法呢？啊？ 涅盘最后就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这个也是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哎，就像涅盘一样，这个法心也是啊，语言不好表达，哎，这个意思是不是？你最后自己就说不出来，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啊，就是语言不能表达，当然不是啊，这确实是语言不能表达的一个东西还在，哎。 然后这种这个说法啊，这个外道里面，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外道怎么说啊。就是古印度的这个宗教里面呢，它有一个派系，就他们就认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但是这个自我是什么样子呢？啊，它是没有办法语言形容，它是不可思议的啊、呃，不可思议的，它就是不可思议的啊。那这跟佛教有什么不一样呢？啊？ 他虽然说是不可思议，但是呢，他一直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自我是存在的。哎，那不这这、就是，这不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存在？那不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和无当中的有吗？啊，他还是没有超越这个有哎这个范围。他虽然说是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 存在的有和物的有啊，那佛法讲的这个是,是已经远离思辨啊，没有不，它不已经超越了有无这些东西，所以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呢啊，也没有一个语言可以表达的东西，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真实的东西，哎，所以这个越往深处走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禅这个禅宗啊说的非常好，我们。 呃，必须要，如果要知道这些，那必须要自己去体会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就是这样子，也没有办法表达的，必须要自己去悟啊、呃，悟了以后呢，我们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是虽然这个语言，我们我们开悟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找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语言去描述，但是自己知道，啊、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境界。 进入了一个这样子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我们怎么去表达呢？不好说啊。如果你说有啊、无啊这类的东西呢，都不是很哎，都不是很准确。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类语言的局限性，哎，没办法直接表达。但是呢，无就完全是可以无的。法性如涅槃啊，像涅槃一样，这个是不能没办法形容的。哎，是这样子。 然后呢？说那佛说的时候啊，那佛表达这样子的一这个这么这么深奥的时候呢，佛是怎么讲的呢？啊，然后后面就是像佛是有有次第啊，有计划啊的，就是把这个一步一步的呃往最后的方面啊引导。这就说佛在第一佛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啊。 就是为了这个下等根基，为了为了为了这个下等根基的根基的众生说一切是非是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前面的三个字就是一切是，这个时候就说佛说万事万物啊都是真实的，真实存在的。 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是真实的。然后人的生命，人有前世、后世、今世啊，啊今生，那么这些都是真实的。呃，因果不虚，就是因果是真实存在的。佛在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就这么讲，一切是，呃，有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佛还没有讲空心说，全部都是真实的，哎、呃，都是真实。那这个时候呢，佛就在这个世俗的层面。 就在从世俗的层面去解释，哎，这个时候呢，就像这个，像这个小乘佛教啊，或者是这个《第一转法论》的时候呢，佛教的大部分的内容啊，都是因果呀、前后世啊，就是这些方面的。 哎，还有就是六道轮回的这个痛苦呀，人生的无常啊，啊、呃，这些都是从哪从从哪个角度讲呢？啊、呃，都是从真实的角度，就佛说这些都是真实的。哎、呃，然后佛就是说，一切都真实。那那这个是为了下等根基啊、呃，这个就无心不是太高的人啊、呃，为了他们讲的一切实，然后。 同时呢，也讲非实啊。同时讲有一部分呢，啊、呃，不是真实啊。哪个不是真实呢？比如说小乘佛教的这个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啊，也有讲，比如说讲无我，呃，讲无我，讲人无我。所以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讲所有的空心，但是就讲了一部分的空心，呃，一小部分的空心，这个就叫做人无我。呃、所以呢，我就是说先说。 以切实啊，再说非实啊，也有一点点是不是真实的啊？就是，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他没有讲完所有的空性啊，这空性就这么讲了一点点啊，这个叫做非实，哎，不是真实的。然后大部分呢都是讲的是真实啊，所以呢就是说以切实，然后呢小部分的就是不真实，也就是说自我是不真实的。 我是不存在，我们前面讲的啊，我和我所有啊这两个是不存在的，哎，其他的，比如说大部分的善恶因果啊都是存在，哎，佛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怎么讲啊，一切是非是这样子，然后呢？ 接下来呢，啊，就是就是为了这个中登根基啊，就是悟性稍微高一点的这个众生啊，就是为他们讲啊，那怎么讲呢？呃，以时以非时啊，以时以非时，那意思是什么呢？像中管啊，中管在世俗地这个时候呢，就把耳地分开了啊，耳地分开了以后呢，在世俗地当中呢。 啊，以实啊，世俗地当中都是真实的。世俗地当中有这个因果轮回、善恶因果，然后呢，前后世啊，这都是真实的。呃，虽然是如幻如梦啊，但是呢，在如幻如梦的角度讲，它是这这个如幻如梦是真实的。哎，以实，然后呢，以非实，以非实是生一地。 哎，生一滴，从生一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没有一个是真实的，都是都是空心的。哎，但是这两个呢，叫做闲空双云。哎，这两个不矛盾的，哎，仙空双云啊，或者是二滴双云，世数滴和生一滴双云，就是结合，哎。 咸咸是什么？先是先象啊，先象就是我们的世俗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十物叫做咸香先空是什么？空就是生一地的空心。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不矛盾就是一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结合啊，那这叫做双运哎，所以呢，呃，我们讲的时候呢，把这两个分开讲啊。世俗地当中呢，啊，万事万物都是存在的。 生意地当中呢，万事万物啊都是不存在，都是空心。但是实际上呢，这两个就是存在的这个就叫做元气，不存在的这部分呢就叫做空心。实际上这个元气星空啊是一个银蔽的两面啊，这个不矛盾。哎，就这么讲，那这就是以实以非实，就这意思了。哎，这是佛对、哎 中等的这个根基，东等根基的人长的，然后最后呢，佛说什么呢、呃？啊，非时，非非事，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就让我们特别头痛的这个啊。前面的还我们还可以理解，那非是就是说那又不是真实的啊。那不是真实的话，那应该是不真实的吧？啊，不不真实也不是啊，也不是不真实啊。那到底是什么呢？ 呃，到底什么？他就说我也没办法给你讲啊，信信行语呃，眼于端啊，这他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以后就没办法了啊，那就是最后就是只只有自己去悟啊，佛他也没办法表达啊，第一个就是他没办法表达啊，然后呢，第二个如果假如他有办法表达，他也不会给我们讲，为什么呢？这个缘上面全部说完了以后呢，然后啊。 我们也就有可能就永远都停留在这个这个上面啊，不去自己不去找这个答案，这个也不好的。以前有禅宗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一个这个案例啊，有一次就是这个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禅师啊，那么他的这个呃学习方面呢、啊，就文思方面呢、啊、非常非常的好。 那、啊、这个佛佛经的这个理解啊，理论的水平是相当相当的高啊，但是呢，他没有证悟，那个时候还没有证悟啊。然后呢，有一天呢，来了一个老禅师啊，老禅师，老禅师来了挂单啊，就是住在他们的寺庙。那他们的寺庙的所有的人都说，他们寺庙的这个人特别特别厉害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老禅师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年轻的禅师叫过来，就问他一句话。 啊，问他一句话就真的就问到了，他就没办法回答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哎，然后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以后呢，他回去把他自己书房里面的全部的书翻完了，翻完了以后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啊，然后他没办法了，他把所有的佛经都烧掉啊，烧掉了以后就这个离开这个寺庙走了，哎。 走了以后呢，就他就自己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自己种地，禅宗本就是这样子嘛，自己种地，然后呢每天都打坐，这样子三年过去了，哎，三年过去了，那三年过去了以后呢，有一天他就在这个种地啊，就是在地里面挖这个土啊，挖土的时候呢，他就挖出来了一个那个那个瓦、那个、片。 哎，瓦片，那地里面的瓦呀、石头啊，都是要捡啊。那这样以后呢，他把这个瓦片拉上来，往后面一扔，哎，一扔的时候呢，这个瓦片就是就是正好就大到后面有个柱子啊，有一根柱子大到柱子上面，啪一声，哎，这个时候呢，他就恍然大悟了，就开悟了，真的就开悟了，哎，大家想想这为什么呀？这个是这这个这个、这个、开悟跟这个。 这个声音有什么关系啊？看起来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关系。等一下我们可以说啊，然后呢，他在这个当中就是真的就悟到了，就就当下就悟到了，悟到了以后呢，他就就就就立即就去啊，就立即就向这个禅师，这个老禅师在的这个方向啊，居住的这个方向磕三个头，马上回去啊。 这个换衣服、洗澡，然后马上就上路了，就去找这个禅师去。哎，呃，然后就到了那个那个，找到了，找到了原来那个老禅师。哎，老禅师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因为理论水平很高，还得要小心一点。他这样的到底有没有开悟？要要要要好好的要考验他呀。哎，那这样以后呢？ 他就是让他讲，他听了啊，听了以后真的开悟了。这个人啊，开悟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年轻的这个禅师他就非常的感恩啊，他就说三年前。 你没有跟我回答这个问题，你就是让我自己去找这个答案。哎，非常感谢啊！如果三年前你把这个给我提一个问题，然后呢，问题的答案也就你给我这个答案的话，那我永远也就就无不了了。哎，我就是在永远都停留在这个文字的这个文档上面，听呃就无不了。 哎，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你提我一个问题，然后你又不答不回答啊，你你又不教我怎么回答，然后就让我自己去找。哎，我今天找到了。哎，如果三年前你给我呃帮我回答，那这个回答不属于我的，是你的。哎，今天我找到的这个答案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哎，我是自己悟的。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 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刚才说这个，因为他的这三年当中，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功去修心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都很快就要就要就要开悟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这个瓦片往后一扔的时候呢，就就打到这个这个这个竹子上面啊，就啪一声的时候呢，他就就通就就这个声音就让他的。 啊，这个念头啊，全部一下子一瞬间啊，就是听下了啊，听下来了。听下来的时候，他一看啊，然后就是心的本心就在这个瞬间啊，因为这个瞬间没有念头了啊，没有念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啊，比如说突然间就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呢、啊，或者一个突发事新的事情。 在瞬间这么一个短短的时时间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空白的时候，哎，就是就是脑子空白了，哎，那空白的时候呢，我们普通人就空白了以后呢，立即就会恢复了啊。那么这个修心人在这个空白的时候，然后他去关注自己的心啊，然后就一下子啊就看到了这个心的本心啊，他的理由就是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当中就说明了，哎，我们自己呢，比如说，比如说，就是天天啊，听别人讲啊，啊，听别人讲，那么理论上呢，就很多很多事情就搞明白了，哎，但是呢，没有用啊，这个这个理论的东西呢，永远都不属于自己的啊，啊，搞不好的话，那有可能就几天以后就就就忘，就就全部忘掉了，哎。 忘得一干二净，这个都有可能。那么悟了以后就就不一样了。这个悟啊，那就是永远都是属于属于自己的。哎，所以呢，这个不生不灭的啊，这个是最后呢一定要自己去悟啊，这才是最重要了。那最后要悟的呢啊，就是我们就是就就在这儿讲的这个，其实实际上也是语言是没办法表达啊。如果有办法表达，也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哎。 就是大概的，我们就是比比，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是金融语言讲完了啊，讲完了以后呢，那就是我们就是学到了一些知识啊、呃，但是无了吗？哎，没有无，哎，所以也就是没有用啊。最终呢，啊，自己去修，所以就是说非实非实呃非非实啊，两个都不是啊，那两个都不是，那怎么办呢？那那那那,那到底是什么呢？啊，那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 说，就是有有这个信心短，语言断啊，也就是说不可思，不可言啊，只有自己去悟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啊，这个寒传佛教的禅宗非常非常厉害的。 然后呢，藏传佛教的大寿音大圆满这三个都是在这,这个方面呢，连包括他们的证悟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这个禅师啊，就把挖片大到柱子上面开悟的这这样的这种开悟的方式啊，开悟的方式。然后呢，这个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和大寿音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故事，哎，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故事，这是真实的。无论是藏传、汉传。 这些这个大德们，他们的开悟的方法都是这样子，走的路不一样，最后就是最后的目的地都是都是大道的目的地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是特别有意义啊，特别的有意义。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这个禅宗跟大圆满和这个大寿因为他们太高了，哎，太高了，我们够不着，哎，这个就是最大的最大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啊？ 那就是我们觉得要把基础做好，哎，基础的这些，比如说像四家心呐、啊、五家心呐、啊，或者是汉传佛教当中，也就比如说像这个拜佛、离佛呀，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积累资料啊，还有就是这个忏悔呀，就把这些做好，哎，这些做好了以后呢，啊，我们就逐步逐步的靠近啊，靠近这个真相，哎，然后呢，差不多的时候呢。 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哎，让我们开悟了，哎，不一定是这个江法川法啊，一个莫名其妙的事事情，就让我们就就就开悟了，这个都有可能的，所以特别有意义啊。这个匪石匪匪是啊，最后就是这样子，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可以有机会啊，就是。 就是就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哎，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呢，那么任何一个我们世俗的这些，呃，我们认为是特别，呃，严重的这些问题啊，那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啊，根本就不是问题，呃，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啊，任何一个呃，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问题啊。 甚至是这个生老病死啊，也不是一个问题了。生老病死也不是一个问题啊。然后从此以后呢，人就真正的就得到了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如果我们世俗的这些任何一个自由，我们都有了，全部有了，但是。 还是没有自由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烦恼、贪嗔痴呀，他就不让我们自由，哎、呃，所以就是活得不自由，活得很辛苦的，哎、呃，都是没有意义了。如果有一天如果达到这个境界的话，那就是绝对的自由了。从此以后呢，生死啊，生死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了，哎、呃。 生老病死都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说，佛经里面有讲，哎、呃，如果我们有一天达到这个境界的话呢，那么我们比如说，这一世到下一世的这个死亡和投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啊，就像我们从从一个公园啊，然后又走到另外一个公园啊，从一个花园。 走到另外一个花园去玩儿啊，就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这样，这是佛经里面的一个原呃原话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痛苦了啊，所有的痛苦因为都是都是因为我们的我执产生，那我执早就已经破掉了，那破了以后呢，然后没有我，那这个时候没有我呢，那不是很无聊吗？他要干什么？他做什么呢？他。 那当然不是无聊啊，他有很多更多的事情要做了。更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让更多的人啊，变、呃、成他这样子的人，哎，就是让更多的人就达到这个境界，哎。那么这个就是还心啊，终生啊，从这个无名的梦当中啊还心。那么这个换句话讲的话，这也叫做佛教的这个度众生啊，自利利他。 啊，都是这样子啊、哎，这个是特别，呃，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那就是我们大家也得要争取，呃，就是要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尤其是这个，呃，嗯，禅宗，我们就是如果是招到特别好的这个禅师啊、呃，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比如说国内啊，哪里有这个非常有经验的禅师，呃，肯定是有的，呃，但是这些禅师呢，可能大部分都在山里面啊。 可能是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修心啊，他可能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啊，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这样子的禅师的话，跟着这样子的禅师啊，认认真真的修啊，那么就可以悟道，这个完全是没问题的。 啊，然后呢，大圆满大收音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找到大圆满大收音的这个修心非常有经验的这个这样子的啊、呃，这个是呃上师啊、呃，或者是成就制啊，那这样子如果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修啊，那也是可以有希望这一生当中完全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境界。那如果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呢，那从此以后呢，我们的生生世世的问题啊。 当下就解决了，对、啊、吧？生生是再也不需要考虑我以后轮回怎么怎么样，会不会痛苦啊？等等，轮回痛苦跟我们有任何的关系了？哎、呃，从此以后，哎、呃，就是这样子，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样子的境界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其他的我们就积累一点点福报啊，这个呢，我们世俗的层面上讲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意义，但是呢，也不解决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当时这个大摩呃，刚刚到中国的时候呢，梁无敌跟他们两个呢，就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他话就没办法就说到一起了。后来大摩不就走了吗？哎，那个梁无敌呢，这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人，他经常做各种各样的这个。 啊、哦，善事啊、哎，然后呢？问大木他这个有什么功德没有？大木一口就否定，没有功德了。哎，那么这个就是是这样子。从大木的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没有功德了。这个就是功德都在这个世俗的层面上的一些人天的福报，这个有什么用呢？没有太大的用了。哎，所以大木人家就真的要告诉你的，你要如果要要要要达到啊、呃、境界，你要学，那你得要学费时、呃、费时实。 非非是，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那么后其他的哎，我们做一点功德呀，啊、呃，这个修桥补路呀，那这些呃，从这个层面上讲啊，那就完全就可以说，没有什么意思啊，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这么讲。呃，达摩也就是站在他的高度去否定了梁武帝的所有的这些呃，这个，呃。 功德，他之前所做的所有的功德，哎，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有意义啊，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大家也要争取啊。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的话，大家要争取啊。如果不是佛教徒呢，那也可以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哎，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呢？这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啊，这样子可以了解一下，也很很有意思的啊。 这个我们任何一个哲学和任何一个宗教，最终到这个时候呢，根本就任何一个人都没任何一个这个，呃学派，或者是任何一个宗教，他没有达到这个这个境界，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全部都在这个之前啊、呃，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说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观点。那这地方呢，没有一个是可以走到这个地方。哎，那这个看起来这个，你看这个就只有。 这个里面呢，只有两个字啊，一个是非，一个是是啊，三个非，两个是啊，那这个就是表达了它真正的最后的这个意义了啊。那到底是是还是非呢？就是把这个是是非非非非是是 <laughs> 啊。那我们看起来这个这个很好玩啊，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后面呢，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 意思啊，那这个呢，希望大家啊，这个也好好学习啊，特别有意义的。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谢谢大家。